今天是我爱上林瑶的第3650天，即使相隔两地也从未中断。通知你一下，我准备结婚了。谁那么不长眼啊，连你都敢娶？当然是时刻把我放在第一位的人啊，善良勇敢有担当，我觉得特别可爱。我怎么觉得你这个人说的像是我呀？我要和林瑶结婚了！超越对方，挑战极限。我会在这样的时刻想着你，想着我们共同拥有的未来。结婚可是一辈子的事情啊，就他那个样子，能养得了你？能给你在南京安个家吗？瑶瑶，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最好的。你应该被祝福、被羡慕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。如果让你跟着我一直受罪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接下来的路，我就不陪你走了。林青，你骗人！你当着几千个人的面说你要努力让林瑶过上最幸福的生活，你还说你不后悔？我从不后悔，瑶瑶。我就想你在我身边。这才是我想要的幸福。李青阳，你对你的所作所为后不后悔？今天是我爱上林瑶的第一天，我不后悔。